今天母亲节，然后娜娜非要给妈妈买一束花。妈妈会不会喜欢？肯定会喜欢，心意嘛。这个是康乃馨加百合。这个母亲节快乐。对。来，我给你拿一个这个，好吧。你喜欢不喜欢？男人不喜欢花，女人喜欢花。你不喜欢，我喜欢。嗯，你喜欢。等到你当母亲的话，我也送你康乃馨。哦，好的。买买买。啊。等一下，我送你一个吧。这个卡布可好看。好的，谢谢。没事，你付吧。多少钱？110。这个。哦，对对对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好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那我们下一步去哪儿？买蛋糕，走买蛋糕。啊，我们刚才买完蛋糕回来了。啊，仙女妈妈，来，我帮你拿，老婆，走吧。还有什么？这个什么？这个礼物。礼物啊？衣服，衣服。走吧，回家给妈妈惊喜。衣服。谢谢。啊，你要给妈妈是吧？娜娜，这衣服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昨天。我都不知道。你有很多小秘密是不是？没事，到家了。来，我来敲。没听到，应该是。啊！家的宝贝儿回来了。啊。我好幸福啊！谢谢乖，进来，欢谢，欢迎。对，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哎，有你俩，我真快乐。对啊。妈，我好快乐。谢谢。啊，妈，我就没给你发了个红包。儿子早上一大早都给我发了个很大个红包，来，不大，谢谢两个宝贝儿，哎呀，谢谢啊，亲妈妈，亲，点直，哎，这个是啥？这衣服。衣服，你帮我试试，我今天好幸福呀，我来试试我的衣服。对，我穿了让粉丝看看。啊，都我们家就是娜娜买了眼光，我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。你好，真扫命啊，真扫命。少女装，我喜欢，那我去试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妈妈去换衣服了，看今天我们又要吃火锅了。今天天气也比较冷，娜娜帮爸爸在做饭，帮爸爸干嘛了？加气。啊，你是气氛组是吧？对，今天还买了好多好吃的三文鱼。在家，你的爸爸老大。老大，看这是三文鱼，我爸今天买了三文鱼，还有各种我刚刺身。嗯。对，娜娜帮忙。Thank you。谢谢你。妈妈换衣服了吗？走，准备看，走，娜娜。看。来了。宝贝给我买的花也特别好看。来，妈。你看宝贝给我买的衣服好看吗？好。对啊，大家粉丝说好看吗？年轻不年轻？粉丝们，你们买衣服也要买这个年轻的。对啊，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是要穿的年轻，心态最重。那你说是这个好看，还是这个好看？妈妈，三文鱼，硬菜，今天我们家硬菜，刺身硬菜啊。妈妈好看，鱼不好看，鱼很好吃，妈妈很好看。对，这个花真好看，幸福。谢谢。祝天下所有的妈妈都一样幸福啊！啊，祝天下的母亲都母亲节快乐啊！母亲是最伟大的，是吧，娜娜？对，母亲节快乐，妈妈，你是我的中国妈妈。谢谢宝贝儿，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哎呀，那妈妈一辈子没有真弄过。真的。
这第一次最快的。这现在是哪有第一次？你说了好像我以前没有给你。以前没见过吗？快嘛，这第一次这么隆重。嗯。但是以前你都给我发大红包，你在国外。这现在这么的。仙、仙女妈妈，上穿越，仙女妈妈送东西可以，不能说瞎话，说瞎话就不好了。嗯，你就是会妈，你就是会骄傲呗。对，给妈妈。啊，我打开了。啊，你的这谢谢宝贝啊，这儿子儿媳妇没白要。嗯啊，这温情温情，我们是不是比较感动？嗯啊，多好多好。这两个宝贝儿、嗯、是我的最爱，俩真漂亮。现在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妈妈的眼睛。这个蛋糕比较小啊，哎呀，特别漂亮啊。这个裙子要脱了呀，这宽衣要接带了。厉害厉害，没有没有了。没有了啊！谢谢谢谢谢谢谢！哎呀，好的好的好的。这种蛋糕。好的好的。这啥意思？这个是？妈。这是英文的妈妈的意思。妈妈哈啊，妈啊，妈妈的意思啊。啊，哎呀，就是这个不好啊，不能说瞎话啊。好，给妈妈切切吧。那你那个啥，给你戴上吧，让你爸当个仙女爹爹。仙女老公。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，啊，这是为啥叫你们天天回来的意思，就是你们回来我们就幸福啊。嗯，真的好开心，谢谢两个宝贝儿。不客气，妈妈。谢谢。来，娜娜切蛋糕。节日快乐，不可停可久呀，不拿苏打撒呀，也不嫌哈大。感谢你呀，来我们家呀，我们欢迎阿妈哈，阿爸扎嘿，阿爸扎嘿，啊，吃蛋糕吧！哎呀，走，我跟你老婆高兴不中，哎，这是叫快乐生活，儿子啊！对啊，你还弄个灯在头上，嗯，就记得明年啊，这个也得当你当母亲啊！对对对，啊，一定啊，努力！你看我给你生个真好个儿子，哎，哪时候要多生几个多好啊？一个够，一个够。啊，这不能太贪，这不能太贪。嗯，好的。就是一个多好。上火锅吧，上火锅了啊！祝大家，各位母亲，节日快乐，巴扎嘿！然后，扎西德嘞，扎西德嘞，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好，火锅上来了。哦，哎，那蛋糕给娜娜切点呗。嗯要不等我再吃，等我吃饭了啊。嗯，好嘞。好开心。谢谢你俩给你妈妈过的节日啊。看你这灯还不齐啊！你看一闪一闪亮晶晶嘛，是娜娜买的啊，真有眼光啊！嗯，是发光的爸爸，对啊，是发光的爸爸。那我们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，节日快乐！对，全天下的母亲都长寿安康、平平安安的，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、最幸福。对，谢谢粉丝们。不是母亲的也幸福，是女人都应该幸福。嗯啊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